特勤哦，好，特勤它的作者在它的那个这张可以，你如果有兴趣，可以找到这个人哈，布莱布拉德伯里，他做的，对他做的，他是开了这台钢琴在1854年的时候，后来呢，我们看到他很喜乐的啊，把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传递出去，借着这样的音乐。那这个琴有几年了？这台应该上百年的，上百年了，是，快要接近大约了，应该有，是他做的吗？这个是他的公司的这个负责人。好，那我们很高兴。